陈老爹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拿火烧了这儿。不怕烧死的话，你就别动。 你若老实交代，我可保你衣食无忧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？你瞎了？我说没瞎，你信吗？ 你终于现身了，司徒老狗！你没瞎，看见你，我眼睛就好了。哼，梅三少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受死吧！厉天龙，你个过河拆桥的王八蛋，老子帮你杀人！ 你却出卖老子！啊！厉天龙！啊！ 你回来了，世青，你的眼睛好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发生什么了吗？我问你，青州城内，是不是只有你跟何一枝，是华振茂林胸口最大石的？是啊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呀，怎么了？你好好想想。 一定有其他人。
一定有其他人。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陈老爹死前告诉我了，十年前是一个画着猫脸胸口碎大石的人出卖了我母亲的藏身之所，这才让他……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这次去找我爹问清楚。闺女，来来来，正好，嘿嘿，尝尝爹新泡的茶。嘿嘿，不是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闺女，你听爹说啊，你当时太小，而且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梅世清的娘啊。那就算是别人也是人命啊，你为什么要害他们呀？闺女，爹没想害人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是去杀人的。我要是知道，我打死都不会去的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可是世清的母亲就是被你害死的呀。闺女，你听爹跟你说，你当时太小，爹一个人拉扯你，我又欠了赌坊一屁股债，他们逼我说让我打听一个妇道人家的一个住址，我当时脑子一时糊涂，我没多想，我不知道他们杀人的。可是事实就是这样，是你害死了世清的母亲，是我爹害死了他母亲。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梅将军势力那么大，不行，不行，闺女，待不住了。逃哪儿去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只想着逃？那不逃怎么办呢？闺女，爹知道你喜欢他，都来爹行吗？爹就是个老混蛋。别打了，干什么呀？这样，我当面去给那梅世清谢罪去。是我跟踪了你娘的住址，转头把消息卖给了蓬莱赌场。但小丸子问我之前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就是你娘，不然我也不会瞒你们到现在。梅三少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把我抵给你都行，你能不能别怪小丸子？他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跟他断绝父女关系。梅三少，我和易世元以死谢罪。你给我出去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梅三少，
只要你不怪小丸子，我可以这下辈子不这辈子我愿意做牛做马。你给我出去！